老前辈成就年轻演员，他会拖着你去演，他不会动你的心。好导演呈现优秀作品，导演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道具不停啊，也要求的非常严格。周航与您来互动，就在本期新推荐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航，新推荐，我来为你导航，了解更多幕后的故事，更多独家的爆料，就在本期新推荐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来问，我来答。网友忘情的人，从铁血红安就和陆琪导演合作，你觉得导演是什么样的人？导演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每一个镜头啊要去调整啊，亲自到现场去讲戏，道具布景啊也要求得非常严格，因为我们导演是以前做美术出身的。这次是和导演的第几次合作了？这应该是第九次了。我比较喜欢导演的拍摄手法、拍摄风格，导演也知道我想要的什么东西，特别轻松啊，特别自然呐、啊，去表演，就是演你自己就行了。网友一宝宝的微博，饰演反面人物，生活中会苦恼吗？比较自闭啊，不喜欢去跟人家，沟通啊，说话呀，演很多的反面角色的话，对内心会很毒吧，想自己待着，不想去跟别人聊天。网友飞机飞走了，这次和潘虹老师的合作有没有很过瘾？演技上有没有感染到你？潘虹老师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老演员，和他在一起演戏呢比较享受，同一样台词他会给你五种方法来去演这个角色，然后呢他也会跟着我的去调整，他会拖你去演的，不像有的演员呢互相去抢戏，他不是，他会拖着你去演，该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戏拿走，不该到他的时候他不会动你的戏的，非常享受。姓崔的，请你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你们家一代不如一代，家破人亡，谁也成不了气候，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只有自己，没有天下。毕竟他年龄在那儿嘛，潘虹老师年龄很大了，掉在那个木桩上，然后我还要薅着他去演。老师，你没事，你薅我吧，没有问题，实际也没有问题，来吧，只要真实就行。网友好看的花，什么时候演偶像剧啊？对霸道总裁这类的角色感兴趣吗？感兴趣，但是的看剧本，有合适的剧本我就会接这种角色。网友美好的一天，你有歌手梦吗？歌手梦，以前学过唱歌，以前在那个沈阳音乐学院嘛，然后那时候学的美声，最后改的通俗。能不能现场唱几句感到悲伤的人？这歌好像十多年没唱过了，我想想词儿啊。看到了悲伤的人，听见你流泪的心，看见你孤独的人啊，望着你离我远去。一句话或几个词概括你对山西的印象。民风朴实。推荐一道你喜欢的山西美食。山西的刀削面。成龙旁中所有的演员你最欣赏谁？都喜欢。粉丝为什么叫你高冷男神？可能每个角色基本都是比较那种冷冷的那种感觉。你生活中很冷吗？不冷啊。你觉得男神要具备哪些特质？内心强大吧。拍戏之余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？爱好就是睡觉，睡觉真的很少。你觉得能让人身心愉悦的地方是哪里？家。最想对粉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会出更多的作品来回报你，谢谢，爱你们。大帅，崔老板是真的能救大秦穆王啊！大帅，大帅，大帅。周航与您互动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是电视剧《城中堂》的精彩还在继续。我是周航，新推荐，我们期待下次再见。